哦，这车没一下力啊。好球好球，可以说是狭路相逢啊，两位。他并不是，他变化比较多。嗯。啊，落后以后并没什么变化，打法没变化，我还是跟你继续。不听不慢。哎，不，就说看看你。啊，对。好球，好球！这又是连接还是怎么样？漂亮。是马林已经牵制你，你看，基本上就是这种情形，对吧？像是接得很好，啊，但是从以后变化的情况，好球，接很厉害，又不转的，这有点转了。好球，张继科这球不错，好的。哎呦！哎呦！好球！非常漂亮！漂亮，张继科啊，这个擦边，漂亮！哎呀！啊！有啊！好机会！咦？对，还有。好球，七比六。这个真是个转折难题的，来了，漂亮对手，好球，好球，好球，这个比赛经验非常丰富，关键时刻的老人停停，破坏你的节奏，机会，擦边啊！现在利用发球得分也比较多了。好球，低抛了，有了，好球，好球！这个球员啊，青岛籍运动员，所以在自己家门口作战。哎呦！哎，给张继科反手拉回来。张继科也是。哎呦！哎呦！漂亮，好球，11-8，张继科最后呢是终于3-1战胜了马林。我们看到81队的队员啊，以及。